那么李欧来解说一下，现在呢在进行是我们的冷膨胀，
这是第一个程序，那我们的热气球呢，再借我们的膨胀的方式，先把它充气上来，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来进行的是正膨胀。你会看到我们现在做工作人员现在在那个我们的主板的位置哈，是真的重量，所以呢，当我们这个正膨胀呢，正膨胀的这个热气充上去之后，空气就会变轻，空气变轻之后，热气球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气流这样的一个体验。所以我们现在把风速，还有包含温度，以及包含了我们的气流部分做了详细的评估。怎么评估呢？各位看一下这个热气球哈，当整颗充饱满的时候，有风吹它，这个气球就会产生波纹。当这波纹产生的时候，表示风速还在，风速还在有可能会影响到热气球，它可能会有左右摇晃。当它有左右摇晃的时候，我们是不建议让它做热气球的气流。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当中呢，你看到热气的部分呢，哈，热膨胀持续的在做。但如果它没有稳定的情之下，我们有另外一根绳子把空气打开，让它的气流部分再次的冲出，再重新来一次冷膨胀跟热膨胀，然后紧接着就是评估是不是能够进行热气球的气流。所以各位稍待片刻，比较小比较好哈。刚才那个风的话，有风的不会，风的比较不会。我希望你们再给他们掌声好不好？主要是 handle 住、控制住，还要我们说，让这个的热气球可以稳定。那么这个气流部分哈，没有办法稳定的情况下，各位没有办法飞上去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好，那我们也拉了一个安全线，原因是因为，好，他们现在进行的第一次这样的示范，我们热情掌声。先让它的试升空，然后待会就会来评估是不是能够进行细流。那有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保留时间了哈，在我们这个热气球部分，好，现在呢是进行的是我出升空，让它感受一下这个风速，好不好？风阻，好不好？的温度是不是能够降温？哇，好漂亮！是不是在让你热情掌声？虽然我这样都在拍照，啊，要拿手机来是可以掌声鼓励一下。这是我们大台中，首一次就在我们石冈来进行热气球嘉年华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升空了。哇，这一颗升空的话，我的角度不够。三颗没重叠了，来不及，装不下。我们总共会有两颗是让大家可以现场体验的，包含我们橘色这一颗，还有乳牛这一颗，好，都是今天我们现场购票的朋友，都可以在现场当中前一百位购票的朋友，今天都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前方的两颗气球的部分。然后也预报一下，明天早上呢，在4:30的时候，将会是我们的第二个场次的售票时间。所以明天早上4:30之前，欢迎各位来排队，来电话售4:30准时售票。明天下午的场次会在3:30的时候准时售票。他说几点开始售票？4:30。来，你把它拉18用几个？我们现在呢，在大台中我们的石冈来进行2020年的热气球嘉年华。今天是第一个场次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下午5:00的左右呢，就是气流热气球。会有陆陆续续所有的朋友能够被体验。那我们第二个场次会在明天早上的4:30的时候正式售票。过去，明天下午的3:30是第三个场次的售票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石冈的热情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。喂，哎，同样头拿带喽。Yeah.
也要再次温馨提醒，明天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热气球的体验，但记得各位都要戴上口罩，因为当你搭上热气球的时候呢，人比较靠近，所以呢，在防疫期间，我们温馨提醒，请您务必要戴上口罩，好，让大家呢在体验的时候更加的安全。明天早上4:30的售票，你要提前来排队。明天早上4:30的售票，你要提前来排队。明天下午场是3:30来售票，所以你都要提前排队。然后记得哦，要体验热气球的朋友哦，都请您戴上口罩。对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三米十五。准备好的相机，不论是拍摄或录影，我们最后会一起让看到这个热气球的三颗的盛况，所以请各位把你的手机准备好，我们跟去打还有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捕捉这个画面哦，最漂亮的画面。等一下，三颗球会一起全亮，来让看到个小光雕，很难得的画面哦。所以各位准备好你的相机，可以拍摄影片，也可以拍的照片。待会三颗会一起到了终点之后，来做小光雕给各位欣赏，特别加码哦。待会三颗会一起哈、哦，让大。
谢各位可以捕捉这个画面，这是今天的 bonus。 好，我们刚刚才知道的 bonus， 所以各位可以准备好你的手机，三拍要一起升空哦。我们到一到高点的时候会请区长来倒数。 Allen 的麦克风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好，我待会让区长来倒数，然后来各位一起拍摄在小花雕。那有在有人在吗？售票，所以呢，让大家明天一大早来收拾个干净的环境。谢谢大家，在我们今天的首场2020台中市石冈热气球嘉年华，这么顺利的展开了整个的首场的部分。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。明天还有第二场、第三场，以及晚上呢，还有我们2020台中市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珍爱水资源的这个宣导活动的音乐晚会，都欢迎大家热情参与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